学妹们在这里集合，大家欢迎今年的小学妹吧。大家好，我是女排的队长，可以叫我文心，欢迎你们加入球队。这位是我们教练叶柯杰，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教练。好，非常欢迎学妹们加入我们男星大女排的大家庭。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在这里集合。 要准备开车，这学期的练习咯。需要Monica吗？以免发生上学期教练上演消失的剧嘛。一次是我记得那么清楚啊。一定要的啊。走吧。 去走，大家早。教练早。教练，今天真早啊！当然，要做个好榜样嘛。那教练，我们今天要从基本举球开始吗？我看先让大家互相熟悉熟悉吧。我们先从基础动作整个训练，好不好？好。开始。 好，大家辛苦了，今天练习就到这吧。谢谢。验证是吧？今天练的还习惯吗？还好。嗯。妈妈跟着大家步调吧。 不要动。好，动动看。你这个是中度扭伤，回去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然后如果认真做复健的话，大概两三个月就会好了。两三个月？这样我怎么赶得上进度？先把脚踝的伤治疗好。 教练，虽然是我害他受伤，可是你看他刚那个样子，一副自以为明星球员，看着就讨厌。他应该是受伤，情绪不好吧？嗯，好啦，我知道你们是关心他的，今天该也累了，先回家休息了。教练。 你好，你好面熟，你是去年毕业的赵彦真，对，称霸高中三年的明星排球员，拥有瞬间的判断力，在组合队友攻势能力还不错，讲了一口好排球，我是真的很喜欢排球啊。是啊，只是你的身体动作跟不上你的排球劲。哎，能说出一口好排球也是一种天分啊。 这位资深学姐，她之前也来看过你的比赛哦。学姐好。你好啊。你的脚怎么了？打球的时候跟同学相撞。嗯，脚踝真的是排球运动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若没有好好照顾的话，以后有可能引发慢性的伤害哦。坐着吧。 要记住击球时的感觉，然后试着把球击在你们心目中想要落点的位置。燕珍，脚还好吗？还可以。累了先休息一下哦。嗯。好，现在进行三人拦网。燕珍，你来给球。孟琳、文心，你们从左右两边来扣球，其他队员三人一组在对面联系拦网，好不好？
拜托，现在是练习拦网还是扣球反应训练啊？对不起，我失误。好，现在对调，你们加入拦网那边，换人来给球。抱歉，我们可以同意一下步调吗？这样一直 miss 球的感觉很不好哎。所以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喽。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啦，我们第一次配合，等一下喊个节奏就好了。燕子，一起去大吃一顿吧。不了，我想回家。好吧，那先走喽。拜拜。哎，燕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来跟教练一起做深呼吸。好冷啊！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毕竟休息了一阵子，难免球感会有一点流失，好不好？谢谢教练，教练再见。想念高中生活啊，在大学排球队还好吧？还好，差不多就那样。顺利就好啦。谢谢教练。好久没看你呢，刚好有案子要忙啊。怎么了？没有来烦你，不习惯啊。是有点不习惯啊。哎，燕真来带学妹啊？嗯，上次请她来做几个动作给学妹看，反应还不错，所以就请她来当助教啦。有没有搞错？校际友谊赛连输十场，赵燕真，你今天最后举的那颗球是怎么样？该不会是故意的吧？还是那是你的战术之一？哎，请问我们天才选手在吗？好了，输球，大家情绪都不好。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啊，所以我才想请我们天才选手，刚刚那颗球是怎么样？一时举偏了。那你举偏的几率也太高了吧？从来没有连输十场过，哎，还真是破纪录。这几场比赛的失误又不是只有我，为什么要针对我？太好了，再多加强默契，多练习，一定会更好。不要再吵了。哎，怎么这么热闹？有怕你吗？教练，连输，哎，你不觉得丢脸？我都觉得丢脸。人生嘛，总是有输才有赢。不要太计较，好不好？低潮总会过去的。我怕被人拖着滑落谷底。教练保证，没有过不去的关卡，只要大家同心。既然认为是我的失误导致比赛失败，好，那我退出球队。大家不是这个意思，慕尼也只是一时气话而已。对，燕真，事情没这么严重。失误导致比赛失败，我很抱歉。谢谢大家的指教。你们说什么就先走。燕真，等等。我想先暂时离开一阵子，或许这样对我、对大家都比较好。这也是一种方式，可是你确定吗？好，放松一下也好，准备好了就回来吧。教练，刚才送球怎么了？一时不小心失误了。没事啊，只是怕你太累，
好的运动员也要照顾自己身体啊。嗯，教练，时间到了，一定要轻松耶。你们啊，玩就特别准时，休息吧。耶、今天练习结束了、大家今天去庆生会庆生了，现在在教室。哦，对了，你在南西大打球还习惯吗？就这样咯。你少话的特质真的很像以前教练教我们的时候。来吧，我帮你。好久没有收排球网了。郑美学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啊。怎么样才可以跟你一样自在的跟人家相处聊天？其实这是可以培养的、怎么了？跟其他队友相处的有困扰吗？不知道，只是觉得跟不太熟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啊，其实很简单，我教你。首先呢，你先敞开你的心胸，然后自然真诚跟对方互动。有点抽象是不是？不太懂。那我换个方式说好了。郑美你来了，跟燕珍一起来，今天有庆生会哦。好，待会说好就过去。好吧，下次我再好好传授几招给你。不好意思，请问你找哪位？我找赵燕珍。燕珍，她暂时退出球队了，过一阵子才会回来。请问你找她有什么事吗？等等，退出球队，什么时候的事？大概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请问你是燕珍的？哦，我是燕珍的学姐。请问你们教练在吗？他在教练室。哦，好，谢谢。不好意思，请问叶教练在吗？你好，我是。是这样的，为什么燕珍会退出球队啊？先跟你纠正一下，她只是暂时离开球队，不是退出。暂时离开球队？她从加入我们校队之后，状态太紧绷了，空球举球的准度有点失常。我想，她需要一点时间沉淀吧。不过他假日的时候都会回高中担任辅导教练，状况看起来也很 OK 啊。教练，他没有跟你说他回高中带学妹？看来燕子和我们之间是有一段距离。教练，不好意思，你指的距离是？因为燕子过去都是球队中领导者的角色，来到我们队上可能不适应。再说他的个性比较内向，说起话来幼稚，后来球赛又有一些状况，造成了他和学姐间的摩擦。看来我这个教练做的不是很称职啊。教练，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大家都在等你啊。有客人啦。你好。这位是燕珍的学姐，她特地来这里关心她的情形。她也真的该好好学习如何融入大家。你该有学姐的风范呐、你才应该有教练的风范。大家热身都热到凉掉了。教练，不好意思，那我先离开好了。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先走了。看什么啊？看这么入迷啊？为什么不出声？我真的被你们吓到了。我跟赵志边聊天边走进来的，是你太专心，连我们讲话声音都没听到。OK， 都是我问题，我太入神了。好。这是什么东西啊？高中排球队一个学妹的状况啊，只是我觉得有点怪怪的。那要不然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
好啊，换个角度看，搞不好可以看出什么端倪。你们看，这是他们在球队比赛时候的状况，而我学妹呢，在这之前脚踝就已经受伤了。不过听说了，她在比赛前她的脚踝的伤就已经好了。如果说她之前没有什么运动伤害的话，我怀疑她的状况会不会是她有累积型的运动伤害问题，导致现在才开始发生影响。我是有听她教练说了，她在扭伤之后呢，她的状况才开始变差的。而且啊，他教练还有说，他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他跟球员啊队友相处模式就不太好。而且燕真也有问过我类似这样的问题。听起来像是多方面的问题耶。如果以球队来说的话，那就是团队的默契嘛。但是如果牵扯到个人的问题的话，这问题可复杂多嘞。那就包含了你说的新旧的问题啊，就是新环境跟旧环境之间，还有就是他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啊。他离开球队之后就不打球了吗？有，还是有，假日会回高中母校教学妹当辅导教练。嗯，那他跟学妹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沟通不良啊，一些人际上的问题啊？好像没有哎，没有听到类似这样的反应。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对于新旧环境的反应还真的是很明显哎。两位啊，目前最重要的应该是让燕真重新加入球队吧，否则后续怎么处理也是一个白搭。好啦，谢谢你们两位的帮忙。不用客气啊，请问加班就好啊。对啊，没问题，行。真的吗？真的。你要吃什么？我这有一家什么锦日本料理，哦，太美味，四锦。抱歉抱歉，刚刚路上有点塞。没关系，麻烦你跑这一趟，走吧。今天请叶教练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聊聊燕真的状况。他瞒着我们退出球队，而且叶教练也不知道他现在回高中当辅导教练的事情。退出球队，这好像找他聊聊。实在抱歉，教练，你别太激动。我在想，燕真会退出球队，有可能是最近的状况不太好，球赛连输好几场，又加上新旧环境的不适应，才让他压力大到只想逃。实在抱歉哦。这样吧，你们先去找燕真，我随后到。那我怕他一看到我就跑了。好。学姐好。你退出球队了。嗯，怎么回事？最近在球场上的准度、控球失误很多。跟球员也处不好吗？失误造成球队的失分，我也很不好意思。可是整场比赛的输赢又不可以只怪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对于学姐的指控，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想学姐们也是因为输球心情不好，所以说起来不好听。教练好。燕真，其实你很想要继续打排球吧？可是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连输，我自己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遇到困难该怎么做你都忘了吗？燕真她也是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所以有点手足无措。学生嘛，总是会跌跌撞撞的。不要轻易放弃，凡事都有解决办法，知道吗？都来了。当然啦、这没那么烦的。身为同事的我们一定要帮他嘛，对不对？哦，还真是好同事啊。哦，你不是，
我才是好同事。谁稀罕跟你好同事啊？我跟他好同事就好了、啊。好了，我才跟他是好同事。形象，形象。我们今天来可是要办正事的。OK。OK。好。对啊，正美，我听你说燕珍她高中时期的教练跟现在的教练好像领导风格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因为你教练呢，他是属于那种传统权威的领导风格，可是呢，叶教练我不太熟，不过他给我的感觉像是那种偏转型的领导路线，跟学生就像朋友一样。对啊，其实就运动心理上来说的话，这样的差别的确是会影响选手的表现。不过我们还是要约访一下教练跟选手，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了。凯文，怎么突然停下来？我想到了啦，我带摄影机啊，我们可以顺便拍燕珍的训练状态嘛，对不对？哇哦，凯文，我真的不得不夸你有心哎。不过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哈，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回去拿。至于我跟之后呢，就先到体育馆等你。认真的男人最帅了。喂，快点。走。燕珍跟其他队员相处的并不是很融洽，怎么办？其实就燕珍这个案子啊，我现在是试着导入四阶段压力历程来做一个初步的分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哦，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焦虑感，还有觉醒程度。当然了，就理论上来说，觉醒水准是会影响到你的肌肉的紧张度啊、动作的协调度啊、注意力啊、专注力。以及视觉动态的一个搜寻力，所以心理的变异导致生理状态的改变，影响表现状况。是啊，但这也只是一个预设的立场，这实战的观测呢，还是要靠我们那位认真的男人周凯文先生来帮我们收集收集喽。你们来了。对，教练，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同事，运动心理学研究员严志浩。你好。这位是叶科杰教练。你好。至于这位跑过来的呢，也是我的同事，跟我一样是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员，周凯文。叶教练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周凯文。你好，那你们今天有什么计划吗？目前呢，我们会先从实际的训练情形，还有心理上的困境来着手。等一下我会麻烦凯文在旁边架设摄影机，记录一下他们今天的练习状况。对了，教练，我需要过去几场比赛的录影记录，可以吗？好啊。好。至于在心理部分呢，志浩是希望可以跟教练还有选手们个别做个访谈。没问题。怎么样？他紧张吗？应该还好吧。他之前那个伤势哦，或许是个可以特别注意的点，因为在女子排球选手研究比例上来看呢，膝关节伸展角度还有踝关节直屈角度都比较大，所以容易带来一个潜在的伤害。这是值得切入的点哦。好，凯文，那我们再多收集一些他过去的录影资料，回去研究看看。好啊。1、2、3、4。左脚之前扭伤的地方，还有什么后遗症吗？应该没有。我脚踝之前又扭伤过几次，扭伤的地方好像又在受伤，要好好小心照顾哦。谢谢你。好，都热身完了吧？首先，我们先欢迎燕珍重新归队。谢谢大家的包容，希望可以再跟大家一起打球。教练，话先说在前，我们没有不合作的意思哦。好，那我们就一起朝合作无间的目标前进吧。安静，尊重，我们今天有贵客在。好，接下来分两组，准备开始对抗赛，好不好？好，这样看来啊，叶教练跟其他球员相处还蛮有趣的，而燕珍看起来的确像是一个圈外人。
个性使然吧。哎，对了，志豪，我第一次遇到叶教练的时候啊，感觉他不太可靠的样子。不过这几次相处下来啊，我发现他对选手们的照顾真的是蛮细心的。听起来你对这个叶教练好像评价还不赖嘛。谁啊？这没说谁不赖。我说你，赶快认真拍。哦，对了，叶教练啊，他已经安排了几个重要的球员来进行访谈了。好。哎，请坐。老师好，我是赵燕珍。嗯哼，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呢，可能要麻烦你跟大叔来聊聊天。OK， 我们只是聊天一样，就是放轻松的聊哈。嗯。那我听林正美老师有说过，就是你希望能够跟他一样，能够跟别人能够开心的聊天，自在的相处，对吧？嗯，可以啊。怎么样才可以跟你一样自在的跟人家相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沟通评估量表开始喽。好。严老师，我好了。嗯，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哈。目前看起来，你的沟通效能还算不错哎，但是你有几个项目分数是比较低的，我们这次倒是可以讨论讨论。嗯 ，OK，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叶教练真的很认真哎。从开学到现在没有多久时间，他却拍了这么多的记录影片，想必他对他的学生真的下了不少功夫，佩服。喂，他有这么厉害吗？需要你这么佩服他？我今天是没有时间好好跟他认识一下，改天我来跟他领教领教。你看。嗯嗯，对美，你看，燕珍她拦网落地后的姿势哦，她右脚单脚落地的比例非常高哎。哎，等等，我们可以比对一下她高中时候的录影记录。知道了，你之前说过他左脚踝受过伤，对不对？对。我怀疑他的伤势没完全好，或是他的伤后心理作用导致他的身体习惯性的右脚会先落地。明天请他来研究中心一趟，我们来检测一下他拦网动作、脚踝施力的状态。好，我来联络。严大人，你是，salute，哇，捧球捧球，哇，你果然是正美口中有趣的教练，啊是好是 ，OK 好好好好，是这样子的，嗯我刚刚跟燕珍聊过了，嗯、哦，那有一点状况呢，就在教练您的身上，嗯，应该是选手和教练间的信任感，对吧？嗯，不过呢。最主要是因为啊，教练您随性的风格啊，淹没了您专业的一个风范，那让燕珍呢感受不到您的专业，所以呢，他对您的信任感呐、啊、就比较难建立一点喽。嗯，我会想办法拿出我的绝招来说服燕珍。OK， 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高中时候的李教练跟教练您的领导风格是截然的不同。所以让他一时之间是无法适应的。嗯，
当然了，这个领导风格呢也没有绝对的嘛，只是需要一点点适应的时间。好，燕真，周老师好。你来了。嗯。你找不到研究室对不对？我带你去。